帮机车、汽车加油，可以选择中油直营店还是加盟店，时常引发网友讨论。近期有名中油的员工在 PTT 分享有关于汽柴油的都市传说，包括有传说油罐车在卸油时不要加油。袁婆表示，理论上正确，但实际没差，因为脏东西平时都沉积在油槽的底部，在槽内还有余油的情况下，灌下去的油是搅不起来的。更补充，真正有差的其实是地震，因为剧烈摇晃会让底部的沉积物被搅上来。更表示，加油站地震后检点的 SOP 有一项就是视筒会目视油品有无混浊，因为加油机内有滤芯，如果脏污太多堵住滤芯，发油的速度就会变很慢。袁波也建议，地震完后如果需要加油，应该要尽可能避开震度大区域的加油站。而这一篇文发出，也引来不少网友大赞很受用。